不好？这时候我们安静我们的心，我们在灵里面来祷告，来敬拜，来向我们的神献上我们的感恩，也将我们对神的期望，我们深愿在敬拜当中，在今天的崇拜的当中，我们可以与主相见，我们可以经历神的荣耀与我们同在。 Amen。
拣选我，差派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舍命，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。一起来宣告，大声来！我宣告，我宣告，我已得自由。基督福音是大能，要赐给我生命。我宣告，我宣告，我已得自由。是大能，要赐给我真理，恩典已经来到，救赎真光已照耀。我宣告，在基督里我自由。跟你旁边宣告，在基督里我已得自由了。一起来，小说是一切天赋。他已经爱我，哈利路亚！创造我，认识我，拣选我，差派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舍命，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。大家来宣告！我宣告，我宣告，我已得自由。是大能，要赐给我生命。我宣告，我宣告，我已得自由。基督福音是大能，要赐给我能力。恩典已经来到，救赎真光已照耀。我宣告，在基督里我自由。控告已过去，基督的大能大有能力，罪的赦免就是一过都变成新，全新的生命因耶稣的名。定罪已过去，定罪已过去，控告已过去，基督的宝血大有能力，罪的赦免就是一过都变成新，全新的生命因耶稣的名。大声来宣告，定罪已过去，控告已过去，控告已过去，阿们。基督的宝血大有能力，哈利路亚。赦免就是一过都变成新，全新的生命与耶稣的名，全新的生命，全新的生命与耶稣的名，全新的生命，全新的生命与耶稣的名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拥有全新的生命是因为耶稣在我们里面。惧怕难战胜仇敌，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难战胜仇敌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难战胜仇敌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。因为我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，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，生命泉源，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。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，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，
在你里面，满有平安，生命泉源，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，有主在我里面。我宣告的敬拜舞蹈队一起来，我宣告在我里面里，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，我不输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，满有能力，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我宣告，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，我不输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，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，满有能力，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我宣告，我宣告在我里面的，哈利路亚，更有能力，我不输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，让我的权柄
Hey!
同埋赞美。主，我哋多谢你，多谢你喺我哋中间。主，你要将恩典同埋能力释放喺我哋呢度每一个。主，你喺呢一度。主，我哋本来都系尘沙，但你看我哋呢度每一个都系珍宝。但主，我哋常常里面都有好多唔属神嘅思想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常常都觉得你做过一啲事情，你好后悔、内疚同埋自责，不断都影响你，我邀请你将你嘅手放喺你嘅心上，我为你嚟祷告。主啊，你见到我好多弟兄姊妹常常都活咗喺内疚同自责里面，主，你咁圣洁，你咁荣美，但你讲嘅嘢我哋做唔到啊，我哋做唔到啊，我哋有隐癖，我哋戒除唔到，我哋想忍住自己嘅脾气，我哋控制唔到。主，我哋讲咗唔应该讲嘅说话，我哋做咗唔应该做嘅事情，呢一份嘅内疚同埋自责，一路都扰随、扰乱我哋，我哋冇办法自得释放。主啊，今日喺你嘅同在里面，我哋将我哋嘅困难交俾你。弟兄姊妹，你开声嚟向主嚟认罪，话俾神听：神啊，我系做得唔好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我要离开呢啲嘅内疚，离开呢啲嘅自责。我请大家一起开声嚟祷告。主啊，你拣选我哋每一个，主，我多谢你，主，求你帮助我哋有彼得的认罪悔改，一切犹大的自怨自责，甚至让自己要去到死亡的地步都要离开我们。主，你帮助我们得着完全的释放，反映自己的罪。神，你是信实和公义的，你必定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主，这个内疚自责影响我们好久好久了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在你的同在里面，在你的恩典里面，在你的能力里面，我们要得着完全的释放，完全的释放。一切里面我们弟兄姊妹没办法只抬起头的这种的羞愧，这种的内疚，让我们深深的在自怜的里面无法自拔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完全都要离开我弟兄姊妹。主，我们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，但是你的恩典够我们用，你拣选我们每一个都要起来，从沙粒成为珍宝。主啊，你转化我们的目光，让我们看自己是从你的眼光来看自己的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仇敌一切的控诉的权势都要完全离开我弟兄姊妹。主啊，求你的同在充满我们，因为你要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赞美你，来经历你的丰盛和恩典。主，我们多谢你。哈利路亚。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寻求你，在你殿中。
你拣选的居所，多谢你的恩典，悦纳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给掌声主耶稣。